这个好像哦，看香港戏这样子，这样看下去那个城市美。巴士上来这样子应该不会贵嘛，对不对？算便宜是不是？入门票才12块，然后加到来。关于这条街呢，就是很多人来这边吃安刀斩论的，这边打的招牌就是明堂牌哦，越出名哦，他就越多人，越多人来的时候是不是广告越响？因为要有竞争才有进步，不可以只是吃一间而已。欢迎来到升级山，耶！Good morning, everyone. 第二天的早上，放了个在 Avanza， 然后坐 Hyundai 的车，爽了。有这么大辆的车，要让我们去哪里都没有问题了啦。所以昨天呢，我们就是睡在这一个218 Macaulay Star。OK，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放，我觉得这个放，谢谢你。OK， 上车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Penang Hill， 车放我们下去，然后我们就进来这一边。这个是算我第一次，所以在这个 ticketing 的地方，入门票啊，全部啊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上去了之后是什么？我们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很多。什么 ？IC 啊 ？IC 你们的 IC。所以需要用 IC 买票，有分马来西亚公民跟外地的朋友。哦，所以啦，OK， 我们拍好照片，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大门口这边进来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走这一条隧道，哦，特别特别。这个是升旗山的资料，很重要。很多人呢，很多人。哇，我们总共等了差不多两轮、三轮的，好多人呐、啊。真的很多人呐、啊！现在我们就等着上山。哦，这个算是蛮快的，它的速度，哇，我觉得不错，快，好像我看不到有什么 RPM 之类的，真的是好学好快，看。拜拜。哦，原来是有两辆、三辆这样子徘徊的哇！所以现在呢，已经结束了。OK，Let's go。哇，是蛮高的，然后从那个车这样子坐上来，你会感觉到哇，真的是很斜，会感觉要跌倒。一进来呢，就很多人就拥挤而出，然后进来到这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周围都是很凉、很冷。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喂，好，刚才你要拆一点电脑吗？不会咩，我站在最前面那边好像要跌倒这样子，哇，很斜。你有戴黑眼镜啊？哎呦，我没有戴到黑眼镜。从那一边绕过来，进到里面，就是这个场景。哇，是。太美了这里，但是我们待的时间不能够太久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整个 trip 入场费啊、车费啊，我觉得是值得的，因为全部加起来哈、哦，巴士上来这样子应该不会贵嘛，对不对？算便宜是不是？入门票才12块，然后加到来都蛮值得的。是，你看能够看到全景。喂，我们这边拍个照片。来，10 ringgit， foreigner pun lokal sama harga. Ah, bukan, nanti orang Malaysia 10 ringgit. Oh.Orang Purnia, satu orang RM20, tapi sekarang RM5 discount. Oh, jadi 15. Oh, 不错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进到这个 Little Village 拍照了。然后这一边有 camera， 有 souvenir， 然后很美的照片，有 love 的。哇，很美。Thank you. OK, bye. 哇塞，很多东西可以拍照。哇，这边还可以看风景。
一块钱看两分钟，哇，这个是厉害，所以没有付钱呢就不能够看，但是我们看了你又看不到哦，你有当一块钱看了他的哦？有，我们一起筛筛看啊，有看到什么吗？珍珠，可以让我的观众也看吗？不知道看得到吗？照得到吗？看到海啊，哇，看一下，哇哇，我们看，这样眼都看得到，都看得到那个 building。好，我带你们去看看，哇，快点，让我两分钟。OK， 看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看不到啊，你们，我看到而已。Black and white， 好的 ，OK。Very good。哇，上面这边的哦，有 cleaning， 有警察局，什么东西都有。我们现在要走到一条街，这条街哦就是拍照的街。像他这一种摆灯哦，如果那个角度是哎猴子偷桃，你看，哇，不行啊！现在我们走路走上来，走到这个 You Never Been Penang 这一个牌，有一个 Penang Hill 这一边，这个景点呢就是 Sky Deck West。其实拍照哦不一定要在那一边下面，这边拍也是很美。但是哦，我的老婆好像在很远啊，猪笼草花园啊，我是没有什么兴趣看了，因为对我们来说太普通了。不过对于外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特别一点。我们还要继续走啊，这边有一个庭院来坐坐、享受、休息，待到下午都没有关系的。耶、yeah ，好，走。OK， 现在我们要走下山回去了啦。这一个升旗山这环节就拍到这边了，转一个镜头 ，Let's go。要讲不讲这样子个，来讲，来讲。OK， 这一个张多的地方呢，我也吃到很多次了啦。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之前的影片，点击右上角就是那一支影片可以看的啦。来到现在我们的这一个场景，丢就张多。哎，我看到徐瑞老朋友，对 ，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这一边来吃。这个两盘哦，就36，一盘18块钱，贵或者便宜，你们觉得嘞？好，自己讲啊哦。这个是真贝大的那个种子炸种子啊。我之前我来吃那边的，后来才知道哦，原来是他们的。肉炸8块钱。ABC 战斗啊！你看你都不行，你看你看他不行。战斗一碗3.2块，现在吃这个，好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有福硬菜，不错吃。然后现在吃老家。楼价也是好吃，东西是没有便宜到哪里，不过真的是蛮大碗的咯，这样讲了哈，可以了。那么吃三多，OK， 算是好吃的啦。这边打的招牌就是明堂牌哦，越出名哦，他就越多人，越多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广告越响，广告越响哦 ，repeat 哦 ，Instagram 又 post，Facebook 又 post，YouTube 又 post， 所以哦，他这边哦越来越贵，越来越贵，东西是这样子哦，哦，通货膨胀也是这样子的情形，所以有时候吃这一家，有时候吃另外一家咯，这边有左右吗？在我之前的影片就有讲咯，那今天我们吃这一家的，上一集影片我们吃另外一家的，哪一家好吃不可以问这边的小贩哦，等一下他们吵架就惨了。对，不要啰嗦，就是这样就好了，拜拜。来，下一站就是这样，招招招牌，这样，这样，哇，这样，这样拍了，买饮料啊没？Together or separately? System down, is it? The APD can't use. How come? Today only lah. Already one week. A little bit troublesome. Correct. Okay. Bye bye. 那个 video upload 了，你看了怎么样？哪一个 video？ 汽车的那个哈。哦。很好啊。
没有人认到你了。对，要看影片的话，点击subscribe Rambo 菜阿爸，点击右上角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。这边美哦，真的是美。来到槟城没有来到三级山啊，不等于来到槟城。